第三十五题，有关元素周期表的叙述，下列何者错误？A. 共有七周期18族，这个是对的，但是我们一般同学都没有背它是几族几周期，所以我们就先放着。B. 表中横列称为周期，这个是对的，一个横列称为一个周期，经过一个周期之后，性质又会再重新重复的出现，所以把它这个横列称为周期，所以 B 是对的。C. 同一族的元素化学性质相同，这个是错的，我们的化学性质会接近会相似，但是并没有完全相同，所以这是错的。D. 依原子序由小而大排列，对，原子序就是原子排队的次序，原子在周期表排队的次序，所以周期表是按照原子序的大小来排列的，这个是对的。所以第三十五题问我们说，有关元素周期表的叙述，下列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同一族的元素化学性质相同。